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那个单啊。昨天做的欧日的这个5月22号带给大家做的欧日单123.46报单入场。然后呢，现在刚才在中午11点钟左右啊，北京时间11点钟左右点到咱们的目标一，可以平仓一半了啊，这个地方可以平仓一半。剩下的呢，我们就继续往下拿。目标二的话放在目标二我们放在122.67。122.670 的位置，对吧？607的位置，OK 啊，放到这。好，这是昨天带的欧日的单啊，第一目标止盈。那剩下的还有一个黄金的多单，黄金多单目前是正在成本价格附近啊，黄金多单目前正在成本价格附近，继续持有，好吧？目标还是按照交易计划来，第一目标我们放在1285.06，第二目标我们放在1292.08，OK。啊，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好，OK，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美元指数啊。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指数现在是在98.14。那么往上看的话，主力趋势在，OK，往上去看，主力趋势在98.40左右，在这个绿色的一个矩形区间范围之内。今天我觉得美指今天大概率不会往上去继续突破啊，大概率往上继续突破。另外就是说，昨天我们去做了那个，我们昨天去做了这个一些对于美指的向上进一步的看法。那么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去100，100肯定是会到的啊，我可以很绝对的告诉大家，这次美元指数会上涨之后适度突破，所以说大家做好非美货币继续下行的准备，特别是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在近期不排除会破掉1.11关卡，不排除会破掉1.11关卡。所以说现在当前来看，所有的非美货币我们可以看到都走到了一个相对来讲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啊，那同时美指又在一个中间嫁接承压。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一个抄底非美货币的一个时候，非美货币现在暂时还不能去抄底，所以说我们看到现阶段美指一旦破位的话，所有非美货币会进一步向下去测试它的新低的价格，啊，测试它新低的价格。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看美联储在今年并没有加息，对不对？一直到5月份啊都没有提供出，或者是都没有释放出任何加息的一个讯号。那么现在美元的强化，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基本面的推动，就是基本面的推动。啊，全世界我们来看到所有的国家，啊，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啊，这些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美国，那么整个基本面来看的话，现在就是美国的这个资金从这个回流到美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已经形成一个大的不可逆转的方向。所以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元你看不加息，还是在走强，还是在走强。反倒其他的国家啊，我们看到新西兰是吧，澳洲、中国以及欧元、日元都在有降息的一个准备。
其他国家央行都在有降息的准备。这种降息的准备，我们看反倒是推升了美元走强。第一个是基本面，第二个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黄金啊，黄金为什么在现阶段价格一直上不去，起不来？我们之前分析过原因，对不对？因为黄金是无息债券，它也可以当成是货币，但是它没有利息，而且携带极为不方便。所以说，我们在现阶段来看的话啊，其实通过常识来进行一个判断和推断。我之前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你现在要去做一个资产配置的话，那你要去打包一个 portfolio， 那么你的这个资产当中应该是以什哪个国家的货币为主来去构建你的一个策略的资产包，那当然是美元。比如我们之前也分析了这个在这个美元在今年啊，在今年以及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当中的宏观大趋势啊，我认为走强概率是极大的。走强概率是极大，但是也不排除它走到一些关键的位置出现一些回调，对不对？毕竟美元太强对美国经济也不太好，美元太强对美国经济当前也不太好，尤其是在跟中国两个在贸易壁垒方面形成争端的时候。好，那现在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华为基本上已经宣告死亡了，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基本已经宣告死亡了。那但是死亡是在华为的这个通讯业务，那这个公司不会倒掉，它不会去像中兴一样的，以后华为可能会转型啊，转型的话可能会去涉及到，比如说老年人用的这些机器啊，老人机啊，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进军房地产啊，对吧？进军啊，类似于这样的啊，基本上华为已经完蛋了啊，因为美国现在对这个华为的芯片，包括联想，之前也是对华为的这个已经开始全面禁止芯片的一个供货。那芯片对于一个科技型企业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啊，芯片对于科技型来讲非常关键，那少一个芯片啊，对于这个科技，对于这个公司都是非常大的打击。所以说处理方法我相信也不会像中兴通讯一样的，就是去更换这个中兴的高层，因为毕竟华为跟中兴都是中国的军工企业，是这个军方背景啊，军方出资作为担保的，它不单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企业，它是一个国家企业。所以说华为这个国家企业不会倒，但是呢它的通讯方面的业务，特别是在跟美国在 5G 方面的这个竞争的话，那可能会通过这个方式将华为彻底的让它退出这个市场啊，基本已经宣告死亡啊，特别是通讯行业。所以说以后的华为的以后的这个发展的路径啊，或者以后的发展的方向呢，可能是转向老人机，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板块啊，房地产也有可能。啊，这是第一个最近比较重要的事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股市啊，就股市我们聊到很多，就是最近的行情怎么去做，对不对？啊，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媒体啊，国内所有的媒体，一些著名的金融网站，包括财新网啊，财新网都在去让释放出一些利多的信息、利好的消息来稳定中国股民的信心，但是呢，股市还是依旧起不来。啊，你看又往下走了，上涨5%，反弹5%，对吧？往下又跌了将近4%，又跌了4%，所以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肯定是挡不住的啊！我认为这一轮 A 股的下幅的回调，我是看到12000 A50 我是看到12000，所以说我下一个平仓的位置就是在12000，就在12000，我会在这地方去做一些了解，大部去做一个一半多于一半的一个头寸的平仓，多于一半头寸的平仓。OK， 那么现在 A 股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外资不断的在跑，啊，大户呢是通过能跑就跑，然后接盘的是什么呢？接盘的是散户以及有明确性任务的这个基金都在接。啊，我昨天跟大家去分析过，啊，这是 A 股当前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在现阶段来去对于 A 股来去做一个评估的话，我觉得技术面上是已经看空了，没有问题了，对吧？高点啊，高点低点，高点低点往上回调，刺激回调啊，支撑在这，技术面上已经形成了看空的构成要件，或者是基本的构成要件。那剩下的我们就看今天，就看周四和周五啊，周五是特别容易出事情的，周五是很容易出事情的。
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黑色星期五"啊，其实就是来描述中国，哎，每当走到下跌周期，但凡转到星期五的时候，就会大幅的跳水。但是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是说，还是要去谨慎看待这个问题啊。有空单呢，我们继续持有啊；有空单，我们继续持有啊。也希望大家在1200、12000这个地方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了解。今天早上有同学在那个做那个2月期权是吧？在群里已经挣了50%了，挣了50%，我觉得这可以，已经可以足够了啊。50%的收益，我觉得已经相当可以了，真的。尤其是短期带来的收益啊，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要太过于贪婪。啊，不要太过于贪婪。OK，如果出大招的话，就是降息。啊，如果央行出大招呢，就是降息。降息的话，股市还会，也不排除会出这种政策出来的话，股市会在一方稳住。但是降息这个政策啊，在现阶段来讲，我认为是对于经济来讲啊，如果是实在是被迫无奈性降息的话，为了这个，保持股市的一个充足的流动性，实施降息的话，我觉得对短期来讲是可能稳住，但是长期来讲不一定是特别好的事情。OK，所以说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目前来讲啊，在个人的持仓头寸当中有两大重要的标的，第一个是美股啊，第二个是 A 股啊，当然还有黄金，那都是空单。那这个计划呢，我会打算去。继续一直保持到今年6月份到7月份啊，也就是说美股的空单我会进一步去看，美股的空单我会进一步去看，因为你来看一下A50 的周线啊，A50 的周线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看跌的走势，这个不用再去说了，你自己去看啊，看周线，光头线直接下来，在13760再次往下走，继续往下拖啊，这种感觉基本上是一个压力，就是。抛压的幅度非常明显，抛压的幅度非常明显。所以说，我们从现阶段来看的话，技术面上来看，还有基本面上来看，对于 A 股都是利空的，都是偏空的。所以说，不要傻着在这里去抄底了，不要傻着在这抄底，暂时不太建议。OK，好，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那个。啊，再来看一下这个，道琼啊，道琼的支撑我们看到是在道琼斯的支撑是在25,000、25,300。OK，好，我们昨天讲的就是说技术层面的话，这一轮的反弹上去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头肩顶，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头肩顶了。一旦形成头肩顶的话，它下方支撑守不住，哎，道琼斯也会跟着去崩盘啊。我们昨天去讲到就是说，这次往下走的话，道琼斯也有可能会往下再次有一个接近5%到10%左右的一个下跌的回调空间，啊，下跌的回调空间。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道琼斯啊，美股以及 A 股整个压力，我们看到都是在5月份啊，在进入到5月底的时候，逐渐看到压力是在逐渐开始增大。那么整个看空的一个做空的交易计划呢，我们也可以陆续的去实施。没有做空的同学或者没有做空投资人。最近也可以在26,000附近去适当的布局空单，那适当的布局空单，OK，好，再来看一下那个原油，啊，昨天走的非常好的就是原油啊，原油我们看到，关键支撑阻力位形成一个 double top 形态，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原油已经往下去破掉，原油往下去破掉了，走到了61啊，走到61，那接近了通道内的一个前低的支撑。往下看的话，原油的下方通道的支撑是在59，所以说原油今天如果要是守不住的话，就有可能会去到59或者是60，在这个区间当中，那么会有一个买入机会。同学们，原油今天会有一个买入机会啊，就是在
60到59这个区间啊，我们等它还往下走一些。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原油是整个日线图当中大阴线直接下来，是吧？63.50 啊，直接下来。那么现在走到接近60的位置，那么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原油如果稳住的话，会有一个买入机会。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油价在60是它月线级别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月线级别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那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可能会持续对原油的这个下跌造成一些支撑。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具体的形态，那么在60或者是59附近形成一些多头的头寸入场啊，这是原油。啊，是这么高的还是抄底？什么这么高的呀？原油，最近那个还有一个啊，最近还有一个这个最近还有一个这个大家关注的品种就是英镑啊。英镑我们看到现在走到了1.26，这个跌幅非常大。最近我们看到英镑是最高走到1.34，往下跌了近5%啊。英镑往下跌了近5%啊。我们看到英镑这次往下回调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关注做多的位置，就是在1.24、1.25的位置啊，英镑往下走，可能还有100点左右下跌的空间。大家注意去关注英镑，看一下，在今明两天有没有一些抄底的机会啊？这是英镑。4小时当中，我们来看昨天英镑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定价 K。英镑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定价 K。OK， 我们来看一下。OK， 那大阴线下来，我们看短期回调啊，价格冲高走落，出现假突破，这个地方出现假突破，追涨的全部扫掉，行情昨天继续低开走低，继续往下走。那么这个组合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看跌的形态，这个组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看跌的形态。所以说，英镑后市就这三根蜡烛骨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信息来看的话，继续走跌，现在暂时不要去抄底。因为昨天我们看到英镑从 1.27 最后收在 1.265 啊，这根往下走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英镑整体下行的空间还有啊，至少我在日线图当中这一波下行下来没有看到任何阳线反转的迹象，没有看到任何阳线反转的迹象。所以说英镑现在暂时来看的话，不再适宜去在 1.26 附近去做多，那走到 1.25 我们再进一步观测啊，也是接近前方的一个支撑区域啊，这个支撑区域还是有需求的。那这个支撑区域还是有需求的，这是我对英镑的看法。抄底机会可能要到了，那大家重点关注 1.25 英镑的价格反应，可能会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抄底机会。英镑已经很便宜了，现在啊，英镑已经很便宜了。剩下的就是澳元啊，澳元也一样的继续看啊，继续往下看。我希望就是澳元还是会，
给一些机会做吧。就是说，现在我想去空澳元，但是这个位置呢，实在让我空的有点感觉空间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澳元最好的策略还是往下去逢高做，0.70逢高做，或者不到0.70，有一些好的位置，让它至少拉出一定空间来，然后去空会更好一些，是吧？比如说回到这个382的位置，回到这段的382的位置，0.382，啊。0.236，如果到0.236有好的价格回应，我也会去空澳元。抄底还暂时先等一等吧。我们发现非美货币都有一个最近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即将形成一个湖给的共振。啊，你看英镑1234 5，好，澳元。对吧？欧元还没到，纽约已经快到了，纽约现在甚至已经打入到这块区域了，纽约已经打入到这个区域了。现在我们就是等，啊，等一个价格反应，等一个价格反应。所以说，最近非美货币我们看到下跌还在，就暂时我们先不去激进的做多，我们可以等，因为我们刚才分析了美元。美元指数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突破，美元一旦突破的话，它这种多头力量会进一步释放，会进一步释放。这种多头的进一步释放会继续给非美货币带来承压，它会在那个我们刚才讲的三个非美货币啊，英镑、澳元、纽元，可能会在那个蝴蝶的地点做空范围之内继续往下去探。啊，等这种空头力量彻底释放完之后，或者是美元指数多头在这个地方上行的多头动能彻底释放完之后，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去抓一波逆势的回调。啊，同样的，我们看到美元这轮上来呢，也接近走到这个上涨通道的高点了，这是一个阻力位，这是一个 seller 做空的位置，空头做空的空头入场的位置。OK，好，另外就是美瑞，我们还持有美瑞的多单啊，美瑞多单继续持有，目前还是继续在持仓，并没有做任何调整。第一目标1.01280，第二目标1.0170，没有入场的现在还可以进，因为正好是在我们前天给大家去看的一个成本的位置。这个通道有点破坏，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阻力，美瑞在这个地方短期是有个阻力的。继续保持交易计划不变，好吧？今天没入的啊，上周没入的，在现价也可以进场，止损我们给到前低1.00493的位置，1.00493啊，第一目标1.01280，第二目标1.0170，OK，美元。啊，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华人建筑大师，世界级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了，享年应该是看一下啊，106岁吧，啊，算是非常高龄的，非常高寿的贝聿铭。卢浮宫的金字塔，巴黎卢浮宫的金字塔，就是他设计的。北京的香山饭店、中银大厦，都是他的作品。啊，就是我们周边都可以看得到，中银大厦很多的，对吧？都是他设计的，亲自设计的，啊，贝聿铭。49年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他的历史啊。我看有同学在另外一个群里面有同学发到，就不太了解他历史啊。49年的时候呢，周恩来给他写信让他回，让他这个回国。对吧？但是呢，当时选择他的父亲啊，当时在带他全家到香港的时候，就拒绝了这次邀请。那如果49年贝聿铭回国的话，那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成就了，可能就没有现在成就了。因为他的弟弟啊，他的还有他的妹妹啊，都是在那个文革的时候啊被弄掉的。那所以说，当时如果贝聿铭在49年回国的话，那就可能就达不到现在的这个成就。那我们讲的文学的大师，就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大师，
最近几年去世的，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就是大家可能都认识，叫做李敖。但是我也很嫉妒这个人，我也很欣赏他，有时候也特别讨厌他，这种感觉很奇怪。但是他确实是在文学方面，就是那个时代，民国那个时代的，民国那个时代的特别欣赏的大师。还有呢，就是贝聿铭，在建筑行业、设计行业、艺术设计行业，他也是世界绝对顶尖的大师，大师级水平的人。当然还有，当然还有一些了，还有艺术的，还有那个以前的这个，徐悲鸿他们那一代，那是更早那一代的，再往前面推着还有胡适，对吧？那么现在的就是近几年过世的就金庸，对吧？但金庸这个人呢，金庸他主要是写武侠小说，对吧？他主要是写武侠小说。那么中国在特别是在2000年。90年时候那一代的这个影视剧，特别是武侠类的影视剧，大多的取材都是来自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的取材都是来自于金庸的武侠小说。那么，特别是在80年代、70年代那一代的受金庸武侠小说影响是非常大的，受金庸武侠影响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写武侠小说相对来讲是在文学领域门槛是非常低的。门槛是非常低的，就是用胡适的话讲，那么在那个时候，就武侠小说是不入流的东西，真的不入流的东西。但是他能写出来啊，我觉得也还是能，就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或者是影响那么多人，相信也有他的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就《天龙八部》啊，之前的《风云》啊，这取材都是来自于金庸武侠小说。但这个人呢，还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啊，金庸在晚年的时候皈依佛教。皈依佛教，但是他又是个假佛教徒，因为佛教讲究什么呢？讲究你的这个钱财你是要捐出来的，对不对？对不对？这个人比较爱财，这个人比较爱财，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也没有去做出，比如说为一些比如说一些像一些地震啊、一些灾区啊，也没有做出一些捐款的一些动作，所以说这是我觉得对他的一些批判。但是他写的东西呢，他写的东西呢，可能有的人喜欢啊，有人不喜欢，这个人是因人而异的。那么今天又走了一个大师，贝聿铭，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嘛，可以去百度上搜一搜他的相关的一些作品啊，北京的香山饭店，非常非常有名的建筑，香山饭店，还有那个比较几个非常最名气最大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金字塔，巴黎卢浮宫的金字塔，全是他设计的。对，前几天啊，前几天我说错了，口误，前几天口误。应该是在美国在美国过世的时候，应该是在美国过世的。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欧日后世的话，就是说我们昨天还讲了这个谤日，对吧？谤日的话，继续往下看，欧日的话，后世我们看到，其实往下看的话，欧日还是有一定的下跌空间的。欧日往下走的话，还是有一定下跌空间。但是如果你是做短线的话，如果是做短线的话，那尽量到达目标就去按照计划来去处理，按照计划来处理。今天还跟大家聊一个，就是关于交易系统。因为昨天，我们去看了一些同学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想法也跟我交流的有些也给我看了这个最近的交易的记录。那么我在这次因为马上要去广州了，对吧？从广州回来之后呢，我给大家一个观摩账户，
啊，给大家一个灌木账户。那么这灌木账户呢，里面是我自己的这个每天的交易记录，大家可以去里面进行一个这个参考啊，就是我做哪些单，我把密码账户密码发给大家，大家去进行观摩。那这里再强调一遍啊，不涉及到任何平台的推荐啊，不要到这我在这个平台做，你们就那个啊，这个不涉及到，因为我自己用平台用的比较久了，所以说不太想去再更换了。然后这个账户呢也开了这个平台，就不涉及到任何平台的推荐。另外呢，这个账户呢仅作为观摩以及技术交流的使用，不作为代单。啊，大家如果要去跟单去代单的话，第一呢你要调好自己的比例，啊要调好比例。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是学院是在这个不承担风险的，啊因为这个只是我给大家作为我个人啊个人给大家作为一个观摩，给大家作为一个学习使用，啊大家自己去参考。OK，我大概可能会在因为昨天最近这个最近这个入金好像有些问题了。我推荐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用信用卡，因为信用卡入金是比较好的，因为信用卡来回，第一它没有中间没有任何 commission，如果是在中国或者在特别是在中国的这个投资者，对吧？他在用一列的时候，中间可能会产生一定的 commission，信用卡它是直接用信用卡入金，然后呢。回来，它也是直接信用卡回来，而且在国外的话更方便，可以自由提取，对吧？中间也是不产生任何手续费的。那么昨天就是最近入金有一些问题，通道有些问题，我这边正在联系那边的客服再去解决。到时候呢，应该会在5月底啊，5月3号之前把这个账户拿出来给大家去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好吧？请作为我们蝴蝶群里面报名参加夜班亚班的同学，观摩。好，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跟那个同学去聊到一些那个关于交易系统的问题。他说最近就做交易做得不太好，我就跟他去探讨了讲了一些具体的原因，总结出来有两个，第一呢是连续亏损。我听了一下交易的逻辑没问题，因为它主要是做根据这个均线做趋势的，系统是没有问题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碰到连续亏损之后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吧？第二个问题就是连续亏损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心态失衡，心态失衡最后又衍生出一个结果，就是更换系统。所以说，我发现不止一个同学有这样的问题啊，不止一个同学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在交易的这个阶段去尝试一些系统是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定下来，如果你还想去使用另外一个系统交易的话，我自己建议是分账。什么叫分账呢？就是比如你10万美金，对吧？60%到70%放在那个你经过验证走的比较好的系统里面，剩下的3%到40%重新开一个账户。把这个资金导入到这个账户里面去验证那个比较喜欢，但是又不太确定，或者是跑得不太好的事情，这样子你就可以形成就可以看，就可以进行观测，对吧？就进行观测，就说我做半年下来，或者做几个月下来，哪边做得更好，我来去做一个评估，最终哪些方面需要优化的，或者是可不可以整合一下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你不要在一个资金里面，10万资金里面，你又做这个系统，又做那个系统。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不能说因为这个系统或者这个交易理念，我最近碰到瓶颈了，碰到问题了，我马上去更改，把所有前面的东西所有的推翻否定掉，会越来越糟，真的会越来越糟。就是我个人建议是，要么使用一个系统，要么分账做。好，那关于这个呢，我就跟大家再去聊一个就是关于交易系统的一个执行系统关于交易系统的一个建设和执行系统，我认为在逻辑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执行。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一个孤单的中国人在国外地图上取得。想象金字塔，从图纸到建筑。
对，尤其是在建筑领域吧，建筑领域实际上，说是中国的强项，那已经又不是中国的强项啊。因为以前的中国的这个，尤其是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在建筑领域，这大师基本上是国外，都是老外啊，在艺术领域都是老外，而且是在绘画啊，像伦勃朗啊，最早的文艺复兴那段时期，伦勃朗啊、米开朗基罗啊、达芬奇啊，后来的这个梵高啊。高更啊，是吧？希斯莱呀，啊，中国近代也是出了一些大师，像现在台湾还在的，就是梁猫琴，啊，我上次去台湾拜访过他，一个非常小的，在一个小楼间里面，二楼啊，一进去，梁猫琴，大家可以搜一下，啊，另外的就是还有这个北京的有一个叫做搞油画的啊，中央美院出来的，叫做。叫做什么来着？一直想不起那个名字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居英国》这本书？有没有看过《居英国》那本书？里面很多插画就是他的叫什么来着？王耳东，不是叫王耳东。就是当代比较，是当代艺术界比较出名的，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力。忘叫什么名字了？我先给大家看这张图啊。OK，I feel not，应该是 I'm not fear，这个语法有问题啊，不是 I feel not，应该是 I'm not fear the man who has practiced 10,000 kicks once, but a field man who has practiced one kick 10,000 times, Bruce Lee。那这句话呢，就是说，直译过来啊，直译过来就是我不怕一个对手，就是练了这个一万次，就是把这个练了一万招，对吧？练了一万招，但是我怕什么人呢？我最怕把那一招练一万次，就踢腿了。这个 kicks 啊，kick 应该是踢腿的意思啊，直译过来是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这句话呢，我们就是说，来意译一下的话呢，其实就是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那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那么这个在教系统当中也是这个样子，就武术啊，武术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啊，里面的就是各个门派都练，今天练这个，明天练那个，最终来四不像，所以搞个花拳绣腿，是吧？但是你在武术当中，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你如果能找到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不管是风格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的一个那个。类别，那么你去把它好好的去扎实打下基本功，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下来去练的话，你会取得非常好的成就。最后就是靠的一个坚持，对不对？李小龙就是这个样子，在咏春的基础上弄出截拳，他不是截拳之后又发展出别的分支，对吧？他是靠快取胜的，李小龙是靠快取胜的，而且李小龙的武术跟现在的。李小龙的武术跟现在的我们看到的什么太极大师啊，这些乱七八糟的都不一样啊。因为武术大概可以分三类，第一类啊，就是武术它原本的，它最早原始的它的一个功效就是技击，就是它的技击性。我们把它写一下，这是技击性，就是武术本来是用来防身的，就用来防身的，对不对？用来跟敌人进行对弈的，这是它本身的一个价值，就是技击性。第二呢，就是现代的，就是后来啊，这当然这个跟传统有一些关系，因为后来在去改朝换代的时候啊，当统治者去为了去，特别是在宋朝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宋朝这个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武官篡权，对不对？那么自打宋朝开始，
自打凤凰开始，就有意识的将武术这种民间的一个这种民间的一种这种招式，把它有意识的转化成一种强身健体，也就是把它体操化。第一是为了去保，第一是为了去这个稳定啊，就有一定的稳定社会的作用。那第二个其实是强身健体，啊，就是把这种攻击性啊，武术当中的攻击性，因为他怕什么呢？怕造反，对吧？造反的话，你可能通过这个方式，你可能对他的政权造成影响。所以说，就当权者有意识的将武术体操化，就后来形成了现在的我们所谓的武当少林派。那这种武术类别就叫做什么呢？叫做演绎性武术，叫做武术的演绎性。那第三类的是什么呢？第三类就是强体性，叫做健体性。这是武术的三大类别，对吧？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那些，包括中国的一些武术协会呀，没有一个能打的。为什么没有一个能打？因为都是演绎性武术。武术最重要靠的是实战。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交易当中也是这个样子，交易当中最重要的靠的是实战。军队也是这个样子，你军队你只练不演，只演，你不去上战场上去，因为你在战场上都是真枪实弹的，对吧？你得出来的经验跟你在演习当中得出来的经验，那是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told a man how to swim， 就是你教一个人怎么去游泳，但是呢 ，you never ever getting into the water。在教育当中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讲再多的理论啊，你讲再多的理论，你没有办法把它转换成一个实战的交易计划，或者是没有把它去用在实战当中去测试你的交易的技能，永远提升不上去，或者是水平很难提升上去。Tell the man how to swim, but you never ever get into the water。啊，所以说在交易当中也是有三大类别。第一类别是积极性，就是实战性，交易当中的实战性。交易的三大类别。那实战性。第二类呢，就是讲解性。对吧？实战性是什么呢？就是做单，就是按照交易计划去做单，有一套交易系统，每天去执行的，这个是实战性，并且是真金白银在市场当中去打的，不是 demo， 不是 just talking， never get you into water 啊，就是这种。第二呢，就是讲解性。那讲解性就是交易的交易当中产业链非常丰富啊，就是你不一定就是交易做得不好，你就不能在这个市场中生存，不是？产业链非常丰富，而且它分支很多，是吧？你看券商，它可能会有销售啊，有技术分析，有操盘的，对不对？都可以。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你在金融这个领域当中啊，你可以总可以找到自己的意义，就是适合你自己做的事情。那所以说，这个讲解性呢，就是我们叫 analyzer， 分析师，对不对？但分析师他通常会对整个宏观行业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有好的口才，另外呢有一定的人际交流和沟通能力，对吧？然后呢情商相对比较高。第二呢是这种这个公共演讲能力比较强啊，就所以说这个也就把它归类为分析师。但分析师呢，他往往是或者是不参与或者很少是
去参与实战，但是它可以有效的说服你来去购买这个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或者来它的平台进行交易，它可以拿到 commission， 对不对？那这是第二类人交易当中第二个类别，第三个类别就是，第三个类别就是这个叫做行业性。什么叫行业性呢？行业性就是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对不对？啊，这些分析师还有一些媒体呢，他每天会去抛一些消息，抛一些新闻，对吧？啊，他会去来去带动这个交易的这个氛围，对吧？看今天某某又暴跌了，对吧？今天道琼斯又涨了多少了，是吧？然后呢，这些新闻消息呢，共同来创造这个行业的一个繁荣的发展。大概就是三类，就是交易的三大类别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主要就是要去注重实战，啊，一定要下水，一定要 get into the water， 一定要下水。啊，另外下水之后呢，游泳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先学一招，不能又是蛙泳，又是自由泳，又是蝶泳，搞得乱七八糟。所以说，刚才给大家看的这句话 ：Field man who has practiced 1K 1,000 times。就怕把一招练上10,000次的人，所以说回归到交易系统当中来，熬一杯加麻不就是两个时辰就是4个小时，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徐晓东啊，徐晓东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把他封杀掉，就是打假那个太极大师是吧，叫做什么来着，打假太极大师，现在没看这个打假徐晓东啊，徐晓东是MMA WMA 还是 MMA 啊，就是美国的非常世界级的著名的拳击比赛啊，那什么少林的那个一龙啊，对吧，就是中国那个节目，那基本上都是打假拳的，基本上都是打假拳的啊，就是说真正碰到真枪实弹干的还必须得真的有实战啊，不能光每天在这儿花拳绣腿弄一套，交易也是必须得实战啊，所以说这样，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系统系统的执行，其实我们讲这个话题讲了很久了，就是关于系统的执行其实并不简单，为什么？因为要知行合一，这个字说出来很简单，四个字是吧，知行合一，但是知了不一定能行，对不对？真正的能达到知行合一，第二个是不行的方式，可能也是不知，对吧？就是根本没有了解透明系统，没有透自身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系统没有执行下去，或者是对这个系统的研究还不够深，挖掘还不够深，对它的了解还不够，最终没办法达到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所以说。我们排除所有的因素啊，就是刚才都解决了，系统拟定了，情绪也没有问题，然后呢，生活也能安排妥当，对吧？日常生活也能安排妥当，也不会重仓去交易，啊，也知道自己的一个目标，啊，我认为年化能做到20%-30%，我说这是长期稳定啊，长期稳定已经很不容易了。短期当然做了30%，翻个1-2倍，这种事情也少见不怪啊，也是正常，因为有杠杆存在。第二是可能刚好那个机会抓得好，对吧？第二个是可能你重仓了，重仓不一定是错，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经常讲不要重仓，当然有时候交易机会来就是适当的重仓，但是这个重仓的你不能是所有身家全推进去啊。我之前问到一个同学的问题，我说
当这个机会你认为是90%或者95%概率非常大的情况下，你能获胜的时候，你会用多少仓位？他说2%。我说你这个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你为什么这么有概率优势的情况下，你还只用2%仓位呢？交易成功，最终的成功是来自于量级。这个郭老师也说过，对吧？这句话的原话是来自于 George Soros。英镑事件，别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的。就是当一个，如果是你抓到一个机会概率极大成功站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应该适当的去冒险，适当大胆且小心的去冒险，而不是依旧保持原来谨慎100%。你又不是做基金的，对不对？做基金的你可能每笔交易有风控。那所以说这个重仓啊，不是全部 all in 的，不是 all in 的，就是可以适当的去加大跟压住的筹码，因为你有概率优势。另外，大家还要理解什么呢？关于桌掌啊，我们先不讲这个，先讲今天把今天的内容讲完。今天内容当中呢，我们去了解到，就是说刚才去排除掉所有的外在的因素，排除掉所有外在的因素，那么去找这个交易系统的话，如果交易系统 OK， 逻辑成立，剩下的就是靠执行，对不对？执行当中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昨天有朋友跟我聊到，其实它的系统很好，很好的系统，就跟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个 moving average strategy 那一样的 moving average strategy， 就是你在看多的情况下我只开多单，你在看空的情况下只开空单，这个思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明确的告诉大家绝对的没有问题，而且胜率你经过回测的话是可以保持在60%，你就做欧元就可以了，或者做英镑，这盘品种交叉盘影响因素比较多，对吧？交易系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思路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执行没有到的，连续亏损了4单，然后开始怀疑系统，就开始变，因为震荡嘛，对不对？因为震荡嘛，做的美瑞，那做的美瑞是震荡嘛，是吧？你看，在震荡嘛，所以说系统就不好使了。但是，一旦它趋势跑出来，那另外就是选品种还没有选好。为什么？就是瑞郎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品种。瑞郎是避险货币啊，相对比较稳定。你选品种可以选那种趋势性稍微好的，比如说原油啊，对不对？黄金啊，是吧？周期性比较强的品种。但是选择品种上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属于交易系统错误的范畴。所以说，你一个趋势性系统在匹配到一个震荡的品种当中，那自然最近表现的业绩就不太好。但是还是话说回来了，如果你就做单一品种的话，对它研究比较深入的话，一旦是走出趋势来，你连续获胜的可能性，或者连续获胜的次数，就有可能是5次、6次、7次、8次，甚至9到10次。就是你这4次连续亏损是 no big deal， 真的没什么，很正常。所以说趋势交易系统啊，肯定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市场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有趋势，你要记住一句话，每一个品种真正出趋势的时候是站在时间的35%到25%，25%到35%这个品种才会出趋势，剩下的40%、60%都是在没有方向或者是 consolidated。但是趋势交易系统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一旦趋势来了，你可能搞一波大的，就连对或者是量级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执行当中大家做趋势交易系统需要去克服的问题。做趋势交易系统需要去克服的问题。
而且长线说实话，长线本身胜率就不太高，对吧？它是一个平衡的过程，短线可能胜率比较高，对不对？短线我可能做到50%-60%胜率，这个很正常。长线真的很难去把握到胜率比较高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 reward 比较好，所以长线往往就胜率不太高。胜率不太高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你长线拿不住，拿不住可能短就走掉了，对不对？第二个是呢，它本身呢就是说市场发生拐点，它需要时间，对吧？需要时间，所以说它这两个因素是决定它胜率不太高的原因。另外，趋势走出来，它一通常都会有周期，它不会那么轻易容易的拐过来。所以说，你要是做大周期大方向抓拐点的话，胜率不高很正常。你要的是那个盈亏比。那所以说我今天讲这节课的内容，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在交易系统当中，在逻辑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刚才那个图片大概发给大家啊，你要去注意去做到执行，真正的执行可以。淹死都会游泳的，练太极的朋友成功啊！他已经这个太极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产业链了，他就跟中国的大学一样。中国大学在这个1998年扩招的时候，是吧？因为真正恢复大学是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60年代的时候才恢复大学制啊，以前都是没有的啊，以前都是没有的。那在扩招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啊，为了就是政策性的将大学产业化，有效解决了就业问题，但是呢，质量跟不上去。那现在的这个武术也是这个样子，武协啊，中国武协，还有山西武术协会、四川武术协会，都已经成型的产业，里面的腐败啊，就跟足协一样的，对吧？为什么踢不出去呢？13亿人啊，踢不出一个队伍来。Corporation， 那个 corruption， 腐败。现在好像去，如果是去拜师去学的话，至少是5到10万。我知道的国内的价格啊，就是你要去学那种所谓的地道的太极的话，还不如自己买本书在家照着念去跟他学。啊，中间还有一些手续费啊，对吧？对熟人介绍啊，拿一些提成啊，乱七八糟的，搞成了产业。所以说徐晓东这个事情啊，在业内里面影响很大，非常非常大，就把人家逼到国外去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关于这个系统啊和武术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以后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在课堂当中去了解，好吧？祝各位交易愉快，明天再见，拜拜。